这是在哪里？你醒了。僵尸啊！哎呀，霍霍小妹妹，你醒了。小姐，霍霍怎么在这里？啊，是霍霍给你添麻烦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有啦，毕竟是我说列车上还蛮大的，玩累了就可以直接睡，才把霍霍拐啊不，叫到列车上来的。无名客小姐是坏人，救命啊！这个点列车上一个人也没有，就乖乖的让姐姐。摸摸你的小脸蛋儿，我想回家。这也太棒了！当然，最主要还有霍霍毛茸茸、软乎乎的大尾巴。无名客小姐，你干嘛？好软呐、啊，这手感真是太棒了！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尾巴会……什么情况？小姑娘，你很勇啊！老夫活了这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敢撸我的。来和我玩游戏吧。小妹妹，阿伯，尾巴大哥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姐姐吃醋了。抱歉啊，无名客小姐，这次霍霍想听尾巴大爷的。让我看看。